在大的名城曲艺欣赏会中演出的节目有金韵大鼓大西虾、四川大琴空城记、河南坠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昆曲安堂相会以及铁板快速上十几项。虽然表演的多半是属于业余性质，而且演出的本家都是初学的，可是这些乡土艺术的表演依然吸引了不少有兴趣的人前往欣赏。教育部文化局长王红军曾经在欣赏会中颁奖给五位参加演出表现优异的人员，包括于金林、肖湘、陈松甫、陈寿昌和吴兆南。